我酒量特别好，我只喝白酒，没有低于二斤的时候。我也喜欢喝酒，我俩喝过，谁都没有倒下。你是特别喜欢轻熟风的女孩吗？我其实挺喜欢小巧一点。我也是一个活在动画里的人。原来是童宝啊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跟自己兴趣相投的人。三个月魔咒吧，你就会被人甩掉。对，他刚来的时候说过几乎一样的话。你是不是节目组请来让我自己审视我自己的男嘉宾？拼多多，非诚勿扰，敬请期待。